各位同胞，各位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智慧与应用。这一节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道。 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什么关系？要进一步去探讨了解，因为这个是很深很深。一般哲学家穷毕生之力想要去了解，但也未必能够了解到这个实相。很多人进入宗教信仰里面去找寻，但是。 一生信仰几十年，到后面你也未必能够真的了解，有关于生死大事、道与我们生命的关系。就像在二十年前，国际间很有名的一位德丽莎修女，德丽莎修女她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。 他在印度，他的影响范围却是全世界的。他本身不是印度的人，但是他立大志，要为天下众生来服务。他离乡背景来到印度，在印度长大之后，他实现他的理想，真的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去为天下众生来服务。 越贫困的地方，越苦难的地方，越有痛苦的地方，他就是走到那些地方来跟众生服务。这样经过几十年的默默的奉献付出，得到全世界的肯定。他本身是以天主教的修女身份来出现，来跟众生服务，但是他却超越宗派，超越宗教。 为任何的宗教人士、任何的种族人士来服务，他得到全世界非常高的敬仰，也因此而得到诺贝尔奖。但是，他一生信仰天主几十年，到后来晚年的时候，当他越接触更多的生死大事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内心。 还是苦闷不安，他坦白承认，他还没有找到上帝，上帝离他还一大段距离，他还没有真正找到。他承认他的内心里面是苦的，是黑暗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已经是国际间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敬仰的目标偶像了。 很多人在跟他看起学习，但是很多人很多宗教大师，他是掩藏掩饰他内心的苦不安，不会跟众生承认的。但是德雷莎修尼，我很敬佩的是，他就像学习一个做个真人。我内心安不安？我必须要如实的面对自己，也要告诉众生。他虽然没有公开讲，但是他的。 日记里面都有写出来，也跟他的知音，或是跟他比较靠近的人，他都跟他透露，他内心还是苦闷不安，他觉得上帝遗弃他，也就是说，因为他内心还很苦。你看，像这样一位国际鼎鼎有名的德蕾莎修女，信仰。 天主追寻、找寻天主几十年，但是到他的晚年，他还是一样没有真正找到，因为那是透过信仰，透过信仰可以解决你某种层次的不安，但是内心最深层的那个苦、那个不安还是存在。他敢如实面对自己。 敢如此承认，还没找到。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认为这个我知道了，这个没什么。不是的，不是这么容易。你一般是知见，你要来到真的体会到，真的融入，真的与他合一。这个是需要大家要很认真的去探讨，去了解。 很客观的去探讨、去了解，为什么不希望大家盲信迷信？如果你只是信，他没办法解决你真正内心深层的苦闷不安的问题。这方面呢，也绝对不是用任何的科技、任何的武器所能够达到，绝对没办法。你越是想要用科技武器，我是我能、我们要去达到。 那个与道合一，你越是离道越远，越是离道越远。希望大家了解，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，每个人都一样，攸关我们每个人的最深层的、最大问题——生死大事的问题。老子不是讲哲学，不是讲谈空说玄不切实际，老子讲的是。 生命的实相，宇宙的实相，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。我们的生命是以什么为载体承载啊？以什么为承载那个载体？我们的生命是以什么为依归？我们是要靠什么才能够存活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必须要真的了解之后，你内心才会。 真的安心自在，这方面呢，无关宗教信仰，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也不需要你盲信，这个不是信仰层次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求真求正道。道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也不是因为透过某种修就修出来，不是这样，道它本来就存在。 只是我们明白不明白、明或不明的问题，我们知或不知的问题，不是信或不信。希望大家要冷静、理智、客观、求真求证，不要盲信，不要迷信，也不要搞偶像崇拜。那些搞偶像崇拜、搞迷信的。 表示你不知道道是什么。我们现在来看道跟我们每个人生命有什么密切关系，请大家看《道德经》的第三十四章。为了有个主题，让大家可以清楚地扣住这个主题，深入去了解。我们不是按照《道德经》的章节次第从头讲到尾，不是这样，会把。 这一次要讲的主题是什么？把这个攸关的章节提炼出来，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，原来道跟我们每个人生命是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。嗯、请大家看三十四章：嗯、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；万物恃之而生，而不辞；功成而。 不有，一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以其中不至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这一章，请大家好好的背下来，好好的去。 体会，一定要深入去体会，每一句都要慢慢的去消化、去体会，因为这一章太重要了。这一章是在告诉我们，道是什么，道跟我们生命、每个人的生命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学的跟我们的生命没什么关系，那你可以不用学了，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了。 我们现在来了解道，老子就讲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”老子观察到这个宇宙的本体，这个宇宙的道，太奥妙，又是那么的广大无边无际。泛兮，就是非常的广大无边无际。 无边无际，难道那个道跟我们没有密切关系吗？难道它离我们很远吗？不，老子说：“岂可左右？”道又在我们的身边。不是说光远在天边可看不可及，不是这样。它无穷无尽、无边无际，但是又在我们身边。 你就可以不用到他方世界去找啊，不用心外去找啊，你就在眼前当下，好好的去找、去体会、去体悟。到它有什么作用呢？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有，衣养万物而不为主。注意这四句。 万物，万物是，不管是整个太阳系，整个银河系哦，你看得到了现象界的一切，包括所有的植物、所有的动物，还有所有的人，简称为万物，万物万有的一切，包括所有的生命。 全部都要依靠这个道，才能够活着。全部都要依靠这个道，才能有生命的存在。道长养养育万物，但是它从不含苦，不辞辛劳。 万物是之而生，包括我们的老祖宗，全部都要依靠道才能够有生命的存在。道是这样在养育一切万物跟众生，而不辞辛劳，不推辞，功成而不有，养育一切万物，成就一切万物。 又不把万物占为己有，这方面非常重要的高等心灵心态。我们一般的世间人的这个父母亲哈、哦，你是会很关爱你的子女，养他、生他、养他、爱他，但是通常都会有这种心。 你是我生的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要多学《弟子规》，乖乖听话。如果你不认真学，你就是不孝顺；如果你不听话，你就是坏小孩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子女，我的我的，我们那一种“我的”的观念，会透过。 我们对子女的关爱，而有这种占有，会有这种主宰。一般为人父母，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成分。你们觉得说我完全没有的人，请举手。有没有？如果有这样的话啊，真的就值得众生敬佩。你真的能够做到。 功成而不有，一养万物而不为主。你看哦，道从以前到现在，从我们还没有出生就养育我们、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，到现在，很多人还浑然不知啊，浑然不觉啊，不知道道是什么。你不知道道是什么，你会对他感恩吗？ 你要感恩什么？你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它的重要，不知道它的存在，不知道它的功劳，不知道这个天地父母对我们生命是这么的重要。但是这个道呢，一样，它长养万物，养育一切众生，然后又不为主，不会跟你炫耀我多么的劳苦功高。 不会跟你炫耀我是你的恩主，你要感恩我，你要听我的，你要侍候我，从来没有。你们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那个道跟你们邀过功，要你们听他的？有没有？有的话，没关系，你讲出来，那我去跟道理论。老子不是说你没有吗？你怎么会有？ 我跟你讲，如果会跟你邀功，说他很厉害，他是多伟大的大成就者，他是什么比什么更厉害，更厉害，那个不是道，他也不知道道是什么。真正法界的道，呈现出来的就是万物视之而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有，依养万物而不为主。也许有的人就认为呢？ 那只是你在讲啊，老子在讲啊，我不信那一套啊，可不可以？我不信那一套，可不可以？怎么不可以？我不信那一套，可以，因为很多人不信啊，真的很多人不信啊。你不信这一套可以，但是要知道，不因为你不信。 你的生命就不是道在养育。我再讲一遍，不因为你不信，不因为你不知道，不因为你否定，那你的生命就是不是道所在涵养养育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再怎么否定，你的生命的存在还是道在支撑你，在养育你。 任何人都一样，任何人都一样。你不知道，你否定，这是一个人生命在叛逆的过程，他是在叛逆的过程，还是设法把他的生命跟那个生命的源头源流截开，然后否定。不管你再怎么切开，不管你再怎么否定。 你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道，它还是一样在养育你。因为只要你离开道，你的生命就不存在，那是绝对不存在。因为你的生命本来就是从道化育出来的。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认出来，我们知不知道，我们明不明的问题。 不是信不信，或是我否定的问题，不是这样。一样，你再怎么否定，他还是一样在默默的养育你、支撑你。就好像有的子女，他不认为父母亲对我有什么重要，看到父母亲就讨厌、否定。但是不管你再怎么否定，不管你再怎么讨厌父母，父母还是一样继续关爱你。这就是一个人的。 体悟跟智慧、心灵品质的问题，只要你有渐渐的成长上来，你就会看到这些实相。道它呈现出来是“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”我们先了解这一句话：“常无欲，可名于小。”这一句话就是说，道。 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源头。不管你知不知，不管你认不认得出来，不管你承认与否，它总是都默默在养育，默默在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，又从来不鞠躬，从来不炫耀，从来也没有那些主宰欲。 就是默默在做，默默在涵养，默默在支撑我们生命的存在，不会想要争功，不会想要出名，也没有任何主宰欲，这就是常无欲。一般人，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道的存在，也不知道它的重要。你看哈、哦，在各种世界名人排行榜里面。 道都没有被排上名。世界几大伟人里面，大家所知道的，什么老子啦、孔子啦、耶稣啦、还有佛陀啦、苏格拉底啦，但是很少人去提到道。很多人得到诺贝尔奖，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荣誉，但是诺贝尔奖的。 颁奖主办单位从来没有颁奖给道，他因为不鞠躬不炫耀，但是所有的科学家，你没有道的涵养，你的生命绝对不存在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不知道你就不会感恩，不会珍惜。这个道呢，他就是这样傻乎乎的养育一切众生，不争功。 不会证明在各种排名榜里面，他总是排在最后边。一般众生不知道他的存在，也不知道他的重要。对一般人而言，好像他就可有可无啊。他总是这个老妖啊，他嗯，这个没什么啊。那那个只是老子在讲一讲啊，这个不重要啊，可有可无啊。那是玄学啊，不切实际啊。常无欲，可名于小。如果说。 在现在世界各地方面，那个知名度来讲可能我的知名度比道还高一些哦。因为很多人认识我，但还不认识道，这是不正确呀、啊。如果你觉得我的重要性比道更大、更重要，那这是错误啊。如果你感恩我，你敬佩我，但是你却没有敬佩道，没有感恩道。 那这个是不正确呀、啊，这是本末颠倒啊！我今天看到道的伟大哈，我现在我以后要设法把我的排名哦排在道的后面，我要替他宣扬。现在要让这个道让他成为世界很有名的人，真的这方面攸关人类的未来、地球的未来。如果我们不了解道是什么？ 我们不了解天地父母是什么，我们就会不断的破坏地球，伤害地球。地球是我们的母亲，道的显现、显象出来就是地球，它是显象。老子前面就讲啊，名或是道，两者同出而异名啊。地球要知道就是道的化身。 道的显象，我们每个人，包括我们的老祖宗，全部都是天地父母在养育呀、啊。不错，我们要感恩国恩、国家之恩，我们要感恩。但是要知道，这个国家，它就是立在这个大地上面的，大地就是我们大家的父母啊。没有这个土地。 这个国家要存在哪里？没有天地父母的化育万物，百姓要吃什么？我们说要国泰民安，不错，我们都希望国泰民安，但不要忘了，天地父母在养育一切众生。大家对于道的认知，对于天地父母的认知程度，攸关人类的未来，攸关地球的未来。 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出什么是道，什么是天地父母。虽然道他从来不争功不争名，大家忘了他的存在，可名与小，总是排在最老幺最后面。但是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天下众生这么多人，不知道道是什么。 也不知道它的重要，但是要知道，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万有现象界的一切，你到最后还是一样，都要回归到道。不只是在命中的时候回归到，你在活着的时候的每一天，也都是要以道为依归，为生命的载体。 没有道，你就不可能存在。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将来有一天你在地球上圆近的时候，断气的时候，死掉的时候，因为你的尸体会发臭啊。家庭里面的人以前说很爱你，爱你，但是还是一样要设法把你从家庭里面移走啊。对，那个家。 容不下你的身体的存在了，但是大地、父母亲、天地父母，还是一样让你儿女们安息吧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天地父母在接受你的一切。你活着的时候。 分秒离不开它。当有一天你世间因缘尽的时候，家庭里边的人容纳不了你，会帮你立个牌位，但是主要的你这个肉体呢，它会把你移出去，移出去还是一样，道在承接，万物归焉呐。 落叶也会归根。这个道对我们每个人生命这么重要，但是一般人却很少去认清它。不管你在帝王将相，古今将相今何在？荒种一堆草木了，你最后还是一样，要有道来承接你的一切。万物归焉。 秦始皇，你再怎么样赫赫有名，到最后你还是一样要回归大地，回归道的怀抱，万物归焉。亚历山大，你再怎么厉害，还是一样，你一样，最后你活着的时候也是道在养育你，你命尽的时候还是一样，道在。 承接你，让你的生命再继续转化。万物归焉，但道又没有要主宰你，也不会跟你讲说：“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是你的救世主。”不会的，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让你回来，就好像儿女们，你疲累了，回来休息，休息。 休息够了，然后换另外一个身体，再继续。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在这个地球上，在太阳系中，有什么比道还更伟大？可名为大，就在这里。以其中不至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 老子看到道实在太奥妙了，你这么的伟大，但是都是这样默默的奉献，默默的涵养，默默的支撑，从来不居功不炫耀。老子看得很感动啊！老子他看到道，不管过去现在，从来都没有自傲、自大、自夸。 终不自为大，老子他的自我我慢完全消融在道的世界里，完全的佩服，完全的臣服，赞叹道：“你太伟大了！你这是永远存在的道，最伟大的道。” 故能成其大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现在透过幻灯片跟让大家进一步了解道是什么。在中国的文化上，赫赫有名的至圣先师孔子，我也很佩服他，很敬佩他。我们从小在求学、受教育的过程，都是接受。 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而长大，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，受儒家孔子的恩泽非常多、非常大，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教育为主轴。孔子他讲过两句话：“子曰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也。” 这个是在《论语》里面可以看得到这句话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也。”这句前几天也跟大家分享过了。我们现在要探讨《中庸》的这一段，《中庸》据说是子思所记录、所著作，但是要知道，子思他是孔子的孙子，他们都。 把孔子的言论再加以发挥，把孔子所讲的重点记下来加以发挥。《中庸》里面事实上贯穿的是儒家的精华精髓，儒家的精华精髓。这个精华精髓最主要就是孔子的思想，孔子的言论。《中庸》里面这一段非常好，非常重要。孔子就讲：“道也者。” 不可虚于理也，可离非道也。好好体会这句话：道不可虚于理，可离非道也。大家要好好去体会啊！道为什么不可虚于理？虚于就是片刻，也就是这个道。 没有分秒离开过我们。很多人不知道道是什么，不觉得它的重要，否定它，排斥它。但是你否定你排斥，一样，道还是在养育你，道还是在支撑你。有的人不知道，认为说道是什么某种东西、某种形象、某种境界，我要躲到深山里面去修个几十年。 有一天，认为他得到道了，认为道是修出来。当然，我们也尊重他的看法、想法。但是要知道，如果你认为你的得到的道是要透过某种方式才修出来，一般人没有浸泡在道里面，表示你所修出来的道是你个人的修，个人的认为。 跟老子所讲的道，跟孔子所认识的道，那是不一样的。道不是修出来，道本来就存在，而且它是超越时空而存在。不管到哪里，它都存在。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样去修出道，而是在于。 你有没有正确清楚的认出道是什么？明或不明，这样而已。这就是悟道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，可离非道也。我们现在透过一些图片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。这个小孩子在哭啊，哭啊，哭得好惨哦。小孩子哭，通常主要。 是什么原因？找不到妈妈，找不到妈妈，最主要就是这方面。事实上，这个小女孩她的妈妈是走在比较前面的。她不晓得什么事情，跟她妈妈在闹脾气，她妈妈就不理她了，不理她，然后就走了。小孩子看到妈妈把她丢下了，她就哭了。这个小孩子这样的哭。 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从这里把它引申出来，我们一般人、大人也是一样哦。你内心的惶恐不安，你的苦闷，最重要是因为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脱钩，你没有找到，没有真正跟我们生命的源头来。 连接起来，也就是你认为，我好像跟父母亲离开，父母亲不知道在哪里。当一个小孩子如果他找不到父母亲的时候，他内心就很惶恐不安。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大人呐、啊，成人呐、啊，我们不是小孩啊，那是外表外向，看起来是像是大人。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像个小孩子。当你还没有找到心灵的家，不知道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在哪里的时候，我们会呈现惶恐不安。只是你是透过其他方式把它掩盖下来，还是有如此去面对内心的惶恐不安这个问题？有的惶恐不安，但是他会透过。 不断的冲冲冲，来让自己忘掉内心的不安，或是透过愤怒来呈现他内心的不安，会瞋恨去伤害别人的一样，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孤儿、流浪儿、流浪儿，他会觉得他是孤零零、无依的，他的那个自我防卫就会很强。 自我防卫很强，就会比较具有攻击性，或是他会有自卑，会有自卑。一般人如果你有自卑的心，或是有嗔心、攻击性的心、我慢的心，那都在呈现出内心的惶恐不安。而、啊、内心惶恐不安最深层的就是跟生命的这个源头脱节，会呈现那些现象。 会有千差万别的现象，但最终最深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如果小孩子能够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面，他就会感觉到很温馨，他会感觉到很幸福。现在我们继续透过实相来让大家看看，让大家了解这一章，这个就是道，化育出天地。 道的显现出来，就是地球跟太阳。地球是含有空气、水分、地，还有流水，还有空气，还有太阳。这整个的化育，就是所谓的道呈现出来的天地父母。天地父母在养育所有的子女，但是一般人。 你从这个幻灯片里面，你可以看到道吗？你能够从这个幻灯片里面去看到天地父母是什么吗？一般们不容易看出来，但是这是真正的道在养育一切众生，真正的道在化育食物，养育一切众生。 我讲的现在这个是都是实相哦，这都是实相，只是他没有用文字，这、就是所谓的无字天书。但是，他不必用讲，不必用写，但他却呈现出实质上的养育。你要去认识到，要认识天地父母，你必须要学习超越语言文字去看到实相。 不必讲太多，这里面就是天地父母在养育一切子女的缩图。你住在大城市里面也是一样，你住在北京、住在上海、住在杭州、住在哈尔滨，都一样，全部都是天地父母化育食物来给我们吃，这就是。 道在一养万物，道这个道的本体到底是像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进一步用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大海来比喻，大海很广泛很广大，道它的广大，我们现在用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大海来做比喻，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，海很广大，海里面的。 鱼，雨就像你、我、他。现在，请各位把你想象成你就是画中的鱼，会不会想？会不会？这个要学习着会去联想。大海里面的鱼在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。我请问。 如果没有海水，这个鱼能不能活着？能不能？笑话，那是小孩子、幼儿园都知道的问题。你还问我们这种问题？对不起，各位老爷，各位大官，我们都很清楚了解，鱼如果没有海水。 这海里面的鱼，如果它脱离海水，它很快就会死掉。鱼它没有浸泡在海水里面，它很快就会死掉。大家可以了解啊，要协助大家去体会那个很深、很深的问题，又是很浅显的问题。海水养育一切的鱼类，海水就像道的本体。 大家好好体会哦，老子所讲的那个道，道的本体，道无极，就像海水呈现出来的银河系、太阳系，就好像海里面的鱼。那我们再把它放大、放大来看，海里面的鱼，你我他，你我他，就像。 海里面的鱼，我们都在道里面游来游去，每一天哦，过去到现在，你从来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道。就像海里面的鱼，它从出生到现在，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海水。这就是。 孔子所讲的“道不可虚于理，可离非道也”，这样体会得到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幻灯片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哦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，你把前面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后面就好办，后面就好办。如果前面这个主轴、这个主要内容你搞不清楚的话，后面…… 你看《道德经》，你就一样啊，玄学啊，哲学、啊、不切实际呀、啊，空谈呐、啊，空论呐、啊。如果你了解道是什么，道是多么的重要，道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密切关系，你的生命整个品质都会不一样。你会处处会懂得感恩，会柔软，还有更深、更具体的说明。 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分享，OK。